真要搬厝啊？是啊，我看吼无搬袂用你啦。迄车姆虽然讲话真歹听，啊，不过伊讲的嘛是事实啊。啊，我家己吼嘛感觉歹势，而且爸妈吼一定真歹做人啦。啊，搁再讲，你的亲生老爸心肝内一定感觉怪怪的。我看吼，这无搬袂用。对，阿金哦，我进洞啦。是安尼啊，我问你吼，啊，顶个你讲恁朋友迄个厝刚租出去啊？好未哦？好，安尼好。等一下，我甲小官够方便过去看卖一下。哦，好，啊，报单金啦。我看起来是袂歹啦，空间阁不哩啊大，离咱厝阁近，我是真满意啦，袂歹。满意哦，满意就好啊，咱即马就去来。袂这么紧决定啦。我是感觉吼，迄灶脚伤细啦，啊，阁有吼，迄家属咯吼伤旧啦。干咩？灶脚我看起袂细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小官啊，啊，你以后搬来遮住吼，都免替遐济人煮饭啊，啊，灶脚大紧要怎啊加拼的，啊，家属就住住楼的，无要紧啦。就咧教的免钱的，啊，无你敢要买新的哦？你是厝头家要租厝，互人上基本的物件呢，我着爱搁买新的哦。啊，搁有啦，哇，你拄只遐，哇，迄饼安尼残烂干的啦，这涂骹你看，迄地板拢破去啊啦，啊，客厅的饼嘛安尼垃圾干的。啊，这厝吼。我要整理，还阁真济了。袂啦，啊，才小看尔，你啊安尼结构甲安尼。迄当然咯，啊，阁有啦，迄下间啊，迄涂骹伤骨啦，会跋倒啦。啊，阮家有老人甲囡仔呢。哎呦，小官啦，啊，你安尼哦，嫌东嫌西，啊，总讲一句哦，就是讲要甲厝势压较低哦。袂啦，那这个租金哦，足俗个啊啦。啊，不过哦，那个建东离迄隔壁巷啊吼。看一间厝啦，那厝嘛要租，啊条件哦，嘛甲恁遮差不多啊，啊人迄厝税吼，逐个月吼，佮减2000呢。干部，对对。我带你带你去啊。哦。哎，阿庆啊，啊我问过阿姨啊啦，伊讲吼，这间厝其实你已经租落来啊，啊你吼想要做迄二房东啦，啊吼，佮逐个月厝税吼，提悬3000块，我要租人。啊，赚一丝仔钱啦！啊，不过，阿庆，啊，咱是老朋友呢，啊，你敢这凶，想要赚阮的钱哈？是啊，是啊，不讲话啦，什么代志都讲讲出，免问我。哎呦，啊，你莫莫怪阿姨啊啦，啊，等阿姨啊吼，也毋知影我甲庆东要走啊，对无？啊，无安尼啦，咱吼一人退一步吼。你逐个月吼，就减收啊2000块就好啊。啊，安尼吼，你还阁赚1000块嘞。啊，这吼咱知就好啊，啊，莫让处处知，啊，无吼会破坏恁朋友的感情哦，吼。小官，啊，你安尼讲，唔敢咧敲我咧。哎呦，我内假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啊，你阁考虑看卖，啊，含景东吼，要阁来去隔壁巷遐。我看卖啦吼，非得我无着急吧，我去试去看看。建东，来，来啊啦！小班呐，哎呦，把这老厝边啊好朋友对无？老实甲你讲啊，无要紧啦。啊，这间厝吼，我租了我嘛足后悔。啊，这若租无熟悉吼，厝工创歹去，我会负责啊。啊，所以毋才要租熟悉。好啦好啦，拢顺你的意，拢照你的条件啦。啊，安尼哦，咱哦随签约，啊，这押金3个月，哈。啥？3个月哦？是啊，这行真济啊。袂，半个月。2个月。半个月。
一个半月，一个月，半个月。你看哦，同你搁前面后悔哦，押金半个月，来。半个月。哎呦，我无代无钱，你那用咧创啊啦？我减趁济啊我。厝吼，就是我一直想要住的啦。迄租金吼，搁这么俗，啊押金吼，要甲收半个月尔呢。哎，啊你拄则唔一个啊共嫌东嫌西。哎，你搁敢讲？我若无吼，安尼挑工，遐嫌者，遐嫌者，迄租金哪有可能遮俗？啊押金吼，搁甲收半个月尔。讲得嘛对，好家在有你。啊若无吼，会叫阿庆好康着。哎，啊，今麦定金吼，咱都已经拿吧。啊，下暗吼，咱哦，就甲大家宣布这个好消息，好不好？你确定这是一个好消息？我惊爸妈哦会有意见。应该袂啦，迄爸妈因是正尔明理的人，啊，咱只要甲伊好好讲，甲咱哦，咱要搬出去的好处讲伊听。我想哦，因一定接受的呀。希望是安尼啦。好啦，莫想遮，一定无问题啦。过两天吼，我要来买。碰椅啊，买桌啊，买一台吼，足大足大的冰箱，啊，搁买一台吼，上新型的洗衫机，那呢吼，我后摆洗衫都免遮艰苦啊呢。好啊好啊好啊，我陪你来买啊。我嘛想讲，咱客厅的电视柜哦，爱买插线，啊，搁啦，印刷囡仔房哦，我把它切做吼，分哪是你看中？哎，好好好好，啊，我搁想着，我买一台化妆台的印刷，啊，摆好伊大汉会当用啊吼。好摆，摆啊囡仔来啊嘞。我今日大汉啊，阿妈替孙仔做一寡代志，那要紧，就安尼决定。哦，阿哥啊，咱咧文成吼，想细顶哦，咱换一间较大顶好不？好啦，你讲我想要答应你啦。哎呦，难得吼，咱两个当吼，家己搬出来住咧。我讲不准搬就是不准搬，是要搬去倒？我是想讲，阮若搬出去吼，会当让大家住较舒适个啦。而且阮住个所在吼，而且嘛真近，以后大家会当互相照顾。安尼一兼二顾，哪有啥无好个？我感觉阿兄讲了无唔对呢。啊，就伫遮吼，也无一间较舒适个房间啊。啊，伊若搬出去哦，啊，规家伙啊，因大家房间就能住较大个啊。哎，秀慧啊，恁大家毋是早就讲好啊，袂当分林家、吴家。恁哪即马阁讲即款话哈？当初是你咧另做归宗的时阵，你讲你永远拢是林家的大囝，才讲的话拢袂记啊，都过无偌久尔呢。无等你即摆是安怎？无当作一家人是？无啦，爸，我想讲哦，阮搬离开家哦，并无表示讲哦，我无甲家己的当作是林家的大囝。那照你安尼讲，阿平东的，迄规日通天拢咧外口做工过，海顿来厝的几工啊，阮林家上海，偌久无顿来啊，啊，搁有家栋啊，进前住咧新店时阵。因嘛是久久才回来找一撮，敢讲因拢无算讲是你的囝儿。无，等你即嘛是安怎？你跟我讲理由就对啦，哈。好啦，爸，你先莫生气啦。我只是想要甲你讲吼，我若搬出去哦，也是常常会回来，大家也是一家人，这并无改变啥，是。大，你也莫遐尼啊生气啦。啊，其实这件代志哦，伊天良讲，阮是安尼考虑真久才讲的。你，莫讲遐济，恁家老实讲。这到底谁出的主意？讲啊！是我的主意啦，是我讲要搬走的啦。小官啊，你爸是的啦，你若要怪吼，就怪我。你爸！爸！爸！妈！给我动！无担心嘛是安怎？这间厝违建，连一条要行出去的路都无用。是，张妈你啊！爸！好。拢莫甲叫，拢莫甲叫。啊，恁爸即马吼，哎，风火拄啊咧多吼，啊，回出去行行吼，心情会较平静啦。奇怪，爸哪会遐尼生气啊？啊，大家讲拢是事实啦。你点点啦。刚回来，拄仔才回来，看到我一句话无讲，就先入去房间啊。
啊，毋是是安怎？你要替我担这个责任啦？明明就是我坚持要搬出去啊！你讲，爸一定咧反悔头啦。若是佫讲你坚持吼，一定愈生气。佫再讲吼，要搬出去嘛是我的意思。毋过吼，放心啦，爸吼伊用真听话，伊袂够计较。多谢你啦。啊，我讲这要创啥？只要是为着你，我啥物拢甘愿。哎，这歹拖啊！手卖去夹着啊，细腻的啦。是安尼啊。哎，拖啊，歹去啊啦！哎，趁这摆搬厝吼，我换一个新的给你啦。啊。嗯。爸还阁这么反对着，是毋是会当搬还阁是一个问题嘞？唉，就算讲吼要搬吼，我也要把这个西装带吼搬过去啦。卖去啊啦！拖拢拗去啊，你无去看来面。 哎呦，哎，你唔通袂记呢，这个西装台是我嫁妆呢，已经对了要二十年啊，已经有感情啊啦。嗯，伊阁安怎旧，阁安怎歹，我拢唔敢甲淡掉啦。哼，我会当了解你的心情啦，我嘛甲你同款啊。这所在吼，着亲像这个西装台同款，我嘛是唔甘离开啊。 这点毛油粿吼，是你妈妈特别为你准备的，加吃一挂，哈。好。哎，欣啊，较像我紧。哦，啊，帮你夹。哎呦，你嘛较细腻的，若是甲乔芬弄着伤，安尼是要安怎？是。真乃咱怪我啦，有影尼客气啊。好，甲再面弄阿招无转来，啊，若无，无紧啊，你继续讲啊。你即摆意思是毋是，你也想要搬出去？啊。 小芬，较贵。妈，嗯啊，贵啦。啊好，歹势哦。妈，嗯啊，贵啦。啊好，别，贵。大姐，无较贵咧吼，客气。哎，爸，来，哎，你这来客气啦，较贵。哦，对，来，大伯，较贵，较贵。别话，刷钱，刷钱，刷钱。不接，不接。哦，老板，较贵啊。行了。钱较贵啦。 家拢贵啦，哎呀，我这就无位啊，我这袂用贵，较贵啦。大家老早，食早顿哦。哎，请老早安尼，做伙食早顿啊。恁安尼一桌安尼坐到甜甜，啊，我是要坐倒啊。啊，钱嘛，安来来，我遮让你坐啦。啊，唔免啦，唔免啦，你当作我是鸡毛。 啊，休息遐细位，我哪坐会落啦？喂，什么鸡毛？鸡毛啦，上面一只狗。哦。秀慧啊，甲我摕一碗面，我来捧伊遐食。哦。家东啊，甲我摕一碗菜，你陪我来遮食。 啊，无当是要考虑啥？哈哈。啦，啊，考虑哦，敬东因搬出去啦。连你也咧想这哦，无当敬东是甲你讲啥？哎呀，无啦，哎呀，嘿是我家己心内感觉啦。啊，拄好今仔日去秀慧的房间啊，啊，看迄囡仔面床哦，啊，规安尼占满满啦，啊，根本就无法度行路。啊，虽然讲我嘴也是伫咧讲哦。 其实是囡仔迄个面床哦，收大顶。啊，不过我心肝内在在，想细囡啦。啊，搁有啊，咱今日食早顿的时候，哎，大家安尼快快安尼做一伙，哎，安尼食一个早顿，敢袂感觉足辛苦的哈、啊？
真辛苦啦。啊，本来家庭就是安尼啊，啊，愈济人愈好，人咧讲济人济福气，安尼唔太闹热。无敢讲要济人踮咧厝内食斋去啊，看电视看几工，迄足无聊。虽然无唔对啦，咱即摆家庭的空间有比较小，有较话。要不过咱有讲过咧，话厝唔太补，对无？啊，今仔日所有人做伙，安尼拢唔是别人，拢是家己的亲人咧。啊，亲家己的亲人做伙，一家人的感觉，迄足温暖的，迄足幸福的咧。我咧感觉奇怪咧，食一个早顿小开一下，哪啊紧啊？对无？啊，较忍耐咧，啊，咱做老人，咱咪真好。你敢无看到今仔日的情形？我看到哦，心足痛的。哎，你来看，已经分两爿啊啦。啊，客厅、甲餐厅，才几步路尔尔，结果已经分安尼啊啦。哎，你来看啦，大家心肝内忍耐哦，会愈来愈无啦。所以我伫遐烦恼啦。假使讲这个问题哦，若无紧解决。大家心肝内的心结会愈来愈深，我烦恼有一天吼，咱大家吼都无参像一家伙啊。我听你这个意思，你嘛赞成因搬出去了？哎呀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啊，因搬出去，我心肝内嘛足唔甘的呢。啊，不过讲一句公道话啦，咱即嘛是徛伫咱的立场吼，咱是因的士大人，这种身份甲心情。去想，啊，咱敢有徛伫因迄边替因伫咧想哈？要想啥？啊，咱即马都遐健康遐勇健啊，无需要因照顾。啊，带做个领导会使照顾因，互因意见。啊，较免咱哩脚步打叉吼，啊出啥物差错，啊你们真好。啊，拜托诶，人因拢几岁人啊，拢做人阿公阿妈呢。啊，咱即马硬讲吼，要爱大家拢带做伙吼，艰苦诶是小官甲秀慧这两个新妇。哎呀，我嘛捌做过人的新妇，我了解迄种心情。啊，你若想要跟我讲话哦，你就一定要跟我徛江边。阿伯啊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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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既然所有人想法拢无都共款哦，阿妈莫讲我意见伤多啦，莫讲我老高亏啦，我话归其安尼啦。安娜，你想要安怎做？因暗过叫迄个所有人拢较早回来。咱举行个全民公投安尼个，哈？公投？若要讲你心啊，若袂着青春个影，岁月已经过。